今天非常的场记，今天非常热情，我们一起上台，哇！靠近一点，非常的可爱，好，哇，我们现在也很紧张，很紧张吗？哇，太棒了，导演过去啊。来中间哦，中间。导演的指示跟引导也非常的专业。好，左边，左边。哇！我们今天开心一点。小毛，你吓到人家了。导演一直吓到。副导演美琪加入这个合影的阵容。好，导演一起坐在这个位置，好的。然后视线放先放那边。好。好，视线回中间。有嘞，回中间哦。有吗？真的，就拿食物用后台。谁放？谁放？好。要大声一点、哦，大声一点。哎，我们人很多。其实有关于在线，其实大家都知道在线是第一名的嘛。那可不可以？刚才我看到第一集的片，我第一集就是有出现那个香肠嘴的部分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拍到香肠嘴这部分有没有 NG 吗？哦，那是第一集的东西啊。好像是第一集还是第二集？对哦，就是可能第一集要先对。我只有我刚刚只有说，就是我很后悔那个时候没有跟黄佩嘉自拍。哇，那个其实真的很辛苦，因为那个我特画画了大概有两三个小时，就为了那个嘴唇，对。对，然后其实我装上去之后，我其实是不太能讲话，也不太能吃东西。那是第一次看到拍摄出来的画面吗？还是之前我现场有看一下回放啦，对，就是真的效果蛮好的，超好笑，效果蛮好的，对啊，对。然后那个像那个伊正哥啊，就是这次跟可丽姐，就像之前是比较属于那种就是斗来斗去的戏剧啊，然后这次刚好是也和了的夫妻，那现场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即兴的氛围？谁骗你他们是和了的夫妻？他们怎么会是和了的夫妻？你怎么会有这个误会呢？误会大了。对，其实这部戏里面当然都是在我们家里一直在斗嘴，一直在争执，为了两个小孩的事情，然后经常就是两个人会意见不同。但这种争吵呢，其实有别于其他的戏剧呈现的方式，不是真的那种凶巴巴，然后真的面红耳赤，反而是一种以一种快乐的心情去斗嘴。那彼此其实是互相有了解的。OK， 那大家也知道这个可丽她的讲话速度非常的快，而且她的表演是非常即兴的。你现在要去接她，突然丢出来一个球，对，所以有时候啊，顺利接到吗？所以当我呢觉得接不到的时候，我就用一个很憨厚的表情来接他。对，这其实也是一种方式。反而也会呈现一种蛮好的戏剧效果。对，就是当然蹦出一些新火花的效果。对，剧中大家有跟狗演戏，人家是说跟狗演戏是最难的，你们自己觉得呢？跟狗对戏？大魔王就是小孩跟狗啊，对啊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木村树真的是神犬、欸，真的、欸。我们刚刚还在讲这件事，他很会找镜头，他都知道镜头在哪里，然后他也知道他要怎么走位，镜头拍得到他。那导演的私心啊。他在现场就是他也蛮可以听得懂导演的指令，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受控。而且他永远都是天生的狗演员。你看刚刚我们在鼓掌的，就是我们话都讲完的时候，一鼓掌他就叫，那是他的鼓掌，对，那是他的鼓掌，因为我们喊咖的时候，他才会开始乱叫乱叫。他真的很厉害，超棒，而且他那时候才刚满一岁，他听得懂咖跟 action， 对，嗯。他不会奔放不羁的跑走这样子，还是会不会？他该跑的时候就会跑、啊，对，该跑的时候会跑。对，其实刚刚记者会当中，其实可以看到他的表现，他其实就是非常兴奋。然后其实我们这部戏杀青其实也一年多了，其实可以发现，其实木村树他还认得我们这些演员，对我们非常的热情。对，当然其实老实讲，其实拍狗真的是蛮难拍的，但是在于导演的控制之下，其实木村树的表现真的是非常好。我们在现场也非常乐意跟他相处，有时候大家真的拍得很。累了或者怎么样，其实抱抱他，哇，其实会感受到另外一种温暖。所以这是有非常疗愈相伴的，大家可以看看木村树在这部戏里面，其实我觉得他是第一男主角，对，他其实真的是男
主角，影帝给他这样子。当然，当然，当然，当然。那你自己有养狗或养猫，有宠物吗？我养猫，我也是养猫，十一岁了。哦，难怪那个你对狗津津乐道。对，所以刚刚其实一般大家会觉得陌生的狗不太敢碰哦，但是本来啦，我们都知道陌生鼠本来就是一个很温驯的狗，它比较热情，所以我刚刚敢主动抱它，虽然已经隔了一年多没见，那就因为我们真的很爱狗，所以狗相对也可以感受到你对它是善意的。所以狗对人的反应就是这样，如果你对它是 OK 的，是善意的，相对它回报给你就是这样。所以狗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很抚慰人心的这样。嗯，那为什么就会选猫呢？这么多人选猫？猫比较不太需要顾啊。对，我也是。狗你就是要一只，你要一只遛它。那猫的话，基本上我们拍戏的时候就不用太担心。对对，如果狗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在台中拍，我们就要把狗带下去。那其实你住的地方也不见得说我们真的方便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猫不用遛。猫不用遛，对对对对，放给他，是是。导演现在心情很好，没有用比特犬。那太危险了吧？那太可怕了吧？谋杀片呢？他真的就只是自己一枝独秀。而且缘分啦，因为像我们养猫，我就是也是领养，对，就刚好是丢他们就是。捡到的都是猫，对对对，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就会这一票的都是养猫的，对，铲屎官，对对对对对，猫奴，猫奴，嗯，是。你们自己有拿手的乐器吗？虽然那句都是练那个萨克斯，你们自己从小到大会自己。哎，这个我要讲一下，我们雨熙最近有音乐作品，对，哦，对，讲一下，非常好，对，这还 OK， 就是可以创作歌曲，我真的不好意思讲，对，对啊，你讲到脸都红了，不是因为我看你都觉得好像很厉害，很会弹，没有，就是会基本的写歌的能力这样子。嗯，然后最近有发行单曲，我脸都红了，数位单曲，数位单曲，叫什么蓝什么蓝天，蓝天，蓝天。哦，我一直都有在练习，然后我脸好红，我一直有在练习，有在写歌这样。打歌的对，为什么脸红蓝？觉得害羞，害羞啊，因为害羞突然被 cue 到了。他是时不时会在 IG 或者脸书上面分享他自弹自唱的一些作品，他就是喜欢，对对。然后最近是数位单曲《蓝天》，请大家多支持哦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怎么变这个收尾？我最近想问子哥，就是因为跟小甜甜最近关系还不错嘛，但因为他最近有哦，你说那个教会，想问一下。有没有可能他会跟你分享一些教会的事情？基本上他小朋友生了以后，我们就很少联络。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因为只要有了家庭以后，他们都是以家庭为主，所以我们也都没有再出来 hang out。所以他其实他进教会的时候，我也是看新闻才知道，哦，他信教了这样子，对对。然后最近我也是在看这个新闻，哦，他离开了这样，对对对，我们没有讨论到这件事。那你有没有觉得说，哎，这个教会可能？有听，可能艺人朋友啊，有在分享这个教会啊，有什么想法？因为我自己是佛道教的，对，所以我其实但我个人是不排斥任何其他宗教，我没有所谓就是一定要哪一个宗教。那我觉得真理就是一个，那神明他们都在，那我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接近他们，那我觉得是自己大家出自自己想要或熟悉的方式，对，我觉得这样就好了，就是尊重，对，互相尊重了，对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一起来合影哦，就看向中间的部分。来，中间近一点，这一台。好，中间看完，我们看右边好了，看右边。看右边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右边，哎，好，我们的演员的右边好了，我们演员舞台看向的右边。好，右边这边继续再拍。好，右边完之后，我们看演员的左边，来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好，演员就是大家可以。来，最后看中间。好，我们中间再来一张。哎，看中央色哦。哎，我是中央色哈，我来是，我可以看中央色，跟大家一样。哇，其实大家都是对画面很追求完美嘛，就像这一次的戏剧一样，在这一件来左边这张，左边是从明年初开始，一月一号会来正式播出，而且在两个频道都会分别播出，一起来体验这样一个奇幻台语的爱情的戏剧了。那么手牌再来一次，快点，手牌。好，我们下一个。你还年轻哎。这个有点禁忌的话题。好，好，都好了哈。好，撤。
孩子也不要，什么都不要，就前面车辆。你也撤，你们不要撤，来先一起哈。来，都看前面。听我的，我看这边。来这边，这边。再看这边，右边，来中间近一点，这一台，你那么高，宽一点，宽一点啊，那个售价差太多，不要这样讲，宽一点，我就是要带水，可以。来，视线扫一下。这边。看一个 pose， 看你自动的。可以，对，这样都感觉好。来，视线近一点。这台，这台。看谁？那边。好，你刚口拿好了，刚给你吃。我也没有啊。我拿不到，谁拿的？先找你一点吧。来，人先拿，人先拿，人先拿。哎，到你抓了，到你抓。狂跳！来左边啦，左边！视线，视线到一下那边。来中间，中间。你有买板报吗？好，那算算算，不要冒险。那边那边那边。他不会摇了。来，你走，来中间。
不要摸床了。睡睡的来，睡睡的来。离开手，离开眼，可以。来，小兵。右边。你回到我视线来，你，我。好，老板娘。把视线那边一下，来左边。